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永恒。今天回来玩粉丝做的，今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通关。我上个视频不是有说，100个关注者后送10个 Roblox 币吗？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，Roblox 币我是这样讲了，因为我不会写。我这次改成4个就好。现在我们直接去到 Seek 的追逐战吧。OK 啊，Seek 来了。操，这老六还是没改呀。那我们只能慢慢的加速了。OK 呀，又回来的，直接去到 Seek 的追逐站。又来，OK 呀，我们回来了。你见不到你好朋友了，你不确定一下？那你看这是啥？笑死！先拿一个十字架。我们继续出发吧。我丢，这是什么鬼？快救我！尼玛，怎么没有加速效果？赢了呀，爽！后面就通关了，就不给你们看了。OK 呀，我们来到这边，这是什么鬼？难道是丑八怪吗？这是 Seek 吗？来了，先跑。这是啥呀？这是 Seek 没杀我啊！这就赢了，我去！我要50关了。我丢，瞬移术！太逊了呀！还原，但拿不到书。不过我不知道密码是啥，这就赢了。
我的妈呀，这是啥？乔治，我去。现在我们来到大家喜欢的 C 环节。这就没了。操，这是什么什么鬼呀？笑死，根本在90关了。我去，还在100级吗？哇，这个怎么在我面前呢？吓到我了。还没来追我。就这么轻松吗？下期见，拜拜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